暑假到了，各国机场都是满满人潮，行李数量也是不得了。但再怎么说，这样摔行李还是太夸张了。一名女性地勤把乘客行李箱超大力往下摔，短短十几秒画面，前后就有至少6件行李在楼梯上旋转跳跃。有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发布这段影片，还加注工作偷懒被抓包了，引发热烈讨论。 根据港媒报道，这是一名旅客在候机室等待时，直接剥离窗外，正好看到有国泰航空的地勤直接把行李箱从楼梯往下扔，动作极度熟练。From the moment you begin your journey, we're here to make the experience effortlessly smooth and enjoyable. 国泰航空18日证实，影片中丢行李箱的女子确实是旗下员工，已经被调职，也向旅客致歉。有网友要国泰航空好好检讨，本来想订他们的机票，现在订不下去了。但有网友认为更该骂的是航空公司和机场，如果要从这么高的地方卸行李，应该安装坡道。不过即使有滑坡，也不见得会被好好对待。 American Airlines is reviewing a video showing a passenger's wheelchair crashing onto the tarmac. 美国航空也曾被抓包，旅客的轮椅竟然是这样从空中滚下来，地勤似乎也习以为常，让人傻眼。旅客通常不期望行李会被温柔对待，但像这种摔法还是不应该。机场、航空公司到员工本身都该有适当的训练和配套，否则很难对消费者交代。三立新闻柯雅涵报道。